小心，我还能继续走。喝醉的人都把说自己可以走直线，他已经到医院看过我，算你幸运，没有严重到要住院。 忙到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样子，老实说，你多久没睡了？从我把器官交给你的时候开始吗？我睡。睡多久？这世界不就这样吗？